之事。景色让人惊叹不已。谢谢，我有时会忘记我们族人如此擅长建造。这些建筑代表了你们悠久的历史传统。这就是为什么这里被称为独立之市。我觉得这个称号很恰当。我哥哥昨天晚上离开了村庄，他的护卫队声势浩大，移动缓慢。每个人都全副武装，在沙滩上等着我们呢。我们中途要停一站。我们的盟友将两名犯人送来给我哥哥，他们是海难中幸存的外国人。跟我来，保家康帝，他们在等我们。我哥哥要我带你去见见两名犯人，他们很奇怪，他们死活都不肯洗澡。欢迎你，保家康帝公主。谢谢。请跟我来，你们有幸得以进入巴塔布四族的居住地。我想你们应该都已经知道了，我们抓获了两个犯人。他们让我有点忧心，因为他们的行为很奇怪，他们似乎不想碰到任何的水。真奇怪。就在他们抵达之后，一种未知的疾病已经在我的族人间扩散，没有无一知道那是一种什么疾病。那么你们试没试过跟他们交谈？我们无法沟通，他们讲的是我从来没听过的陌生语言。有一个阿兹特克战士会讲很多种语言，他试图和他们说话，但是他完全无法和他们沟通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伟大的神灵给我们和白人沟通的能力，我们可以试试看。你们可以试试，但我猜你们无法忍受，他们身上臭死了，根本不可能靠近他们。哥哥命令我去看看他们，我要求他们在来见我之前至少要先把脸洗干净。我已经把他们给隔离了，臭味应该不会扩散太远。不要伤害我们，我们都是好人，没有害过别人，为什么杀我们之前还要折磨我们？玛雅人说的没错，我遇到过几个白人，他们的体味总是很臭。你们是谁？叫什么名字？我们是西班牙水手，和大船一起来的。你们来这里做什么？船沉了，我们随着木筏漂流到海岸上，然后被带来了。你杀了我们的同伴，现在又想杀了我们，可你在杀我们之前为什么还要用水来折磨我们呢？你说同伴被杀了，可你们才是散布死亡的人。没错，他们朝我们开枪。不要怕，你们可以在下一批西班牙人上岸时当我们的翻译，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误会。你的名字叫格雷罗，你将成为玛雅王子，你将奋力保护玛雅人不受西班牙侵略者的伤害。
格雷罗的意思是战士，而你也将成为我们的战士。我同意保加康帝，他说的没错。我们要把西班牙人带到内陆去，这样更加安全。如果他们真的带有传染性疾病的话，这样也更不容易传播出去。欢迎。非常感谢你，祭司。成千上万的人来聆听你带来的信息，在仪式结束后，阿兹特克族的代表团将护送你到他们的领土。在聆听伟大的神灵要这位年轻女孩带来的信息之前，我们必须先向神灵表达我们的敬意，感谢他们的仁爱。巴巴罗萨拉巴尼巴阿布拉西达，别这么做。说，我恳求你们展现怜悯和宽恕。玛雅人，未来有很大的挑战正在等待你们，这个时候就请你们停止杀戮。玛雅人，虽然你们可能还没意识到这一点，但未来已经来临了，侵略者已经来到了家门口，你们曾经如此伟大和完善的文明将会被历史遗忘，一切都将消散成一个遥远的回忆。好几个世纪，但在这些可怕的痛苦结束之后，自然的律法会指引你们走上该走的道路。你们不需要用鲜血来献祭你们残酷的神，相反的，你们要尊重大自然，尊重地球和生命，无论他们是以什么形式呈现。必须承认，我不愿意看到你离去。你的祭司不这么想吧？阿兹特克族代表团会护送你们到他们的领土，他在等你的决定。我们明天早上就离开。我的新朋友要走了，但我非常欣慰，因为我的表弟嗜血将加入你们的护卫队，他很骄傲能够成为你护卫队中的一员。保加康帝，这是我的表弟。你好。哇！不要害怕，是阿兹特克人。哦，我们是阿兹特克战士，我们是来护送你的。
人都很平静，那个人为什么要奔跑？他是阿兹特克的信使，负责传送纸梭草信件，他会去找下一个信使把信传下去，这算得上是一个很有效的通讯方式。瓦加康蒂公主，我很抱歉，但我们今晚必须在这空地上扎营，明天我们会经过一个土匪出没的区域，不过没必要担心，我们会保护你们的。感谢你的好心，但是没有必要，保加康帝还有他自己的勇士呢。你看，不必劳烦你们保护我了。啊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在我的护卫队的保护下，我感到很安全。说到这个，你们也不用叫我公主了，请你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是阿兹特克射箭队的一名勇士，我的名字叫做红鹿，这是因为我有一个长脖子。公主。这些巨大的头像代表着什么？红鹿，他们是某种图腾吗？哦，这是奥尔梅克人的雕像，他们已经消失了。这些巨大的头像是远古时期居住在地球上的巨人的。这真是一派胡言，大家都知道巨人根本不存在。那是你说的，在几年前我们发现一根人那么高的股骨。我们家乡也有奇怪的骨头，但那些骨头是古代动物的。当然了，但这些毫无疑问的都是人头，我相信巨人以前就居住在这个地方。你们明天会睡在客栈里，预计后天我们就会顺利到达特诺奇提特兰了。这个城市和我们之前去过的乌斯马尔一样美丽吗？它更大，它是最大最美丽的玛雅城市。你要记住，过去的玛雅人更加强大，神圣的乌斯马尔城已经没有过去那么重要了。相反，特诺奇提特兰城每年都变得更大更美，你会见到的。你们一定征服了不少部落，所以才能变得如此的强大。我们的确是和许多部落打过仗，但许多部落后来都变成我们的盟友，这些部落有自己的体系和酋长，但他们有义务向我们纳税。你们会进行活人献祭之类的吗？我和战士们听了保加康帝在乌斯马尔的演说，但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都无法接受。世界上所有的国家，他们都会向自己的神灵进行活人献祭，能够被选为祭品是这些人的荣幸，他们能向神明致敬，这是宗教传统的一部分，我们称之为死亡之花，它只存在于我们独立之士的中心处。这是一种古老的习俗，也可以说是我们部落的根本。那勇敢的战士也会被选上成为祭品吗？不，他们得继续留在这世界上勇敢的战斗。如果你们已经征服了周围所有的部落，那你们要牺牲谁来做祭品呢？这正是我们的问题所在，我们现在能提供的祭品越来越少了，我们的神明不断的发怒，他们发动的灾害使大地震动。可你们要去哪儿找那些牺牲的受害者呢？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就是所谓的战争之花，各个部落之间相互对抗，这样就有了俘虏，他们就可以献上俘虏作为祭品。在特诺奇迪特兰城新金字塔的建成典礼上，短短的三天之内就有20000名囚犯作为祭品被杀死在祭坛上。我们即将抵达的特斯科科城内的酋长，希望能好好招待你和你的护卫队一晚。特斯科科是一个强大的城市，也是我们很重要的盟友。纳斯瓦利酋长是一个很有智慧也很开明的统治者，他在他的宫殿内为聪慧的人民上课，所有人都有机会接受教育。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？我是特诺奇提特兰城附近农民家的孩子，有一天特斯科科的酋长派人叫我到他的宫殿里去上课，
你在洗澡之前得知道它是怎么用的。快起来吧，跟我来。啊！过来，你看。 身为我们异族的人民，试图逃避死亡是很不光彩的。不论是对他、他的家人或他的城市，都是。我们活着的每一天，都有可能要去面对死亡之祸。我们从小学会接受生活给予我们的荣誉和恩宠。难道你们从一开始就有活人献祭的传统吗？不，在墨西哥人和阿兹特克人来之前，我们不常进行献祭。墨西哥人和阿兹特克人是最后来到这片土地避难的人。但是如果他们来投靠你们，肯定要遵守这里的规则。 怎么又会变成这里的统治者呢？他们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我们给了他们湖中间的小岛。由于他们没有足够的粮食来养活家庭，他们发明了许多种玉米的方法。他们做了漂浮在湖面上的木筏，上面覆盖了土壤以种植玉米。他们一连种了好几年的玉米，他们不仅存活了下来，还逐渐繁荣起来。 他们接下来又证明了自己不仅是优秀的战士，也是非常伟大的政治家。不久，这个地区所有的部落都被迫成为了他们的盟友。他们编织出一段辉煌的过去，销毁了我们的书籍，以改写历史，来歌颂他们的伟大。但阿兹特克人不可能摧毁这里所有的古代文明，这些古代文明远在他们来之前就存在了。我讲的是特奥蒂瓦坎城与图拉城的遗址。这两个城市在过去比特诺奇提特兰城更大，人口也更多。现在阿兹特克人将它称为神明的住所。特奥蒂瓦坎城和图拉城是托尔特克人建造的。我们从他们的壁画得知，他们从来没有向他们的神明提供活人献祭，他们只献上花、蝴蝶和鸟。 唯一一幅与战争有关的壁画，是有一位战士在打仗，他的长矛上装饰着羽毛。托尔特克人的神爱好和平，其中的羽蛇神仍然受到许多部落的崇敬。羽蛇神是条有羽毛的蛇，它象征着力量和恩典。你通常不会把两个特征联想在一起。看，这是一幅托尔特克壁画的复制品，上面画着羽蛇神。那根本不是神明，它只是个白人，是西班牙人，他戴着同样的头盔。 我听说过那些住在我们玛雅人邻居中的白人，这大概是我们认为预言终于实现的原因。那是个什么样的预言呢？请容我告诉你关于羽蛇神的故事。玛雅人将它称作库库尔坎。我们知道托尔特克人和我们很不同，他们留胡须，擅长耕种，几乎每块土地都长得出东西。 羽蛇神是一个很好的首领，也是一个聪明人。他发明了历法，绘制天文图表，发明了我们用的数字，还研究出了许多的食谱。据说在他统治时期，土地长出不同颜色的玉米，颜色鲜艳的像是被染色了。在收获季节，成熟的玉米撞到一个人，几乎无法独立将它运走。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这是一个精彩的故事，但是一定有事发生。相传有一天，伟大的羽蛇神做出了一件违背他高尚品德的事情，他想要去东海岸，于是他建了一艘竹筏就离开了，并许诺他会回来。
从那一天开始，所有的部落无一例外都供奉羽蛇神为自己的神灵。所以当西班牙人登陆的时候，你们都以为是羽蛇神和托尔特克人。不，我从来没那样想过。当阿兹特克的酋长阿维索特尔死后，他的儿子瓜特穆斯没有被选为接班人，他的侄子蒙特祖玛被选为接班人。他犹豫不决，并且沉迷于未来的幻想中。当蒙特祖玛看到西班牙人登陆之后，他还以为是羽蛇神和托尔特克人回来了，而这个信念促使他做出了一些糟糕的决定。前进的道路上遇见了像你这么伟大的酋长，现在我们知道了所有关于玛雅人的历史。这我同意，我很高兴能在旅途中遇见纳斯瓦利酋长。根据酋长的描述，特诺奇提特兰城一定很惊人，可是为什么酋长没有佩戴任何显示他地位的饰物？他向我解释过，他说这是因为他们的传统规定，一个人只能穿戴自己努力的成果。我会永远记得他背诵过的诗歌以及他父亲的故事。我也是，我会一直记在心里的，我已经和他们交心了。生命的循环将继续下去，每天早上太阳都会照常升起。我们要时时刻刻记住我们祖先的教诲，我们得尊重自然的规律和所有的生物。每条波光粼粼的小河就有如我们血管中的血液，广阔的海洋反映了诸神的恩典，雨水降到世人身上，赐给人类力量、勇气和祝福。